24岁毒虫没党头，一见警察好快就不行。那我啊，我真，你有得闪电被路人？哦，我今天在查啊。嗯。上个礼拜，高雄正在卖毒，绰号魏雅的林姓男子，看到警察出现，也才跑了100公尺就腿软投降。他虽然才24岁就有毒品伤害前科，因为吸毒强害了身心灵。他今年2月看见弟弟被打，逞英雄朝对方开枪。当时呢，共射击2枪，所幸被害人呢逃避得宜，未造成人员受伤。之后他逃了半年躲避警察。上个礼拜他以为神不知鬼不觉，把毒品要卖给一对情侣的时候，终于被警察抓到。才跑了100公尺就变成这个惨样，瘫在地上，还被警察查到他的车上有各种武器，分别是防身用的警棍刀、开山刀、求生刀和西瓜刀一把，另外还有安非他命和 K 他命。不过就算带了这么多种刀，看看他跑100公尺就没力，这几把刀也很难保护得了他。侦讯后，没力的伟仔和买毒情侣都被送办。动新闻，我真报道。苹果募集100位爆料公民，每月独家爆料2则以上照片或影片，如采用当月就发2万元奖金。爆料拿奖一举数得，照片1000，影片2000元。每周点阅数最高再送奖金5万元。全民监督社会，从爆料做起。爆料请打电话或用 APP 电邮等各种方式。